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、饮食等因素，不少人有睡眠问题。光研院投入研发的黄金自眠素，透过生物大数据分析及 AI 技术，以植物萃取成分制成。这次携手大同生技药业，希望帮助国人更好入眠。我想这一刻是一个很难得机会，是强强联手了哈。那我们光研院在过去在花了3年多的时间哈，那进行这个木谷 S 的开发，那我想这个能解决。协助减缓很多人这个失眠的问题嘛，哈，过去他们在全球行销的能力加上工业的技术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，一个非常好的起点。大同生技药业指出，近年来还出现长新冠等问题，都对国人睡眠造成不小影响，希望透过天然原料的专利配方，找回民众的自眠力。根据我们在这个产品 Buku S 黄金自眠力这个产品呢，经过国泰医院的人体的临床试验去实证验证以后，发现它可以让这个消费者能够睡得更好，然后更快入睡，所以整个睡眠的品质一提升了以后，它的免疫力就会提升，那整个精神状况跟免疫力的效果变好了以后，其实它会回到更健康。这款专利制成新品将以保健食品的形式在各大药妆连锁通路上架，渴望成为帮助大家入眠的新选择。 CNews 惠乐新闻网台北采访报道。